是 Lucas Go， 来自 GT168V8 马来西亚雪隆区地产领航团队。谢谢亚太对我的肯定，让我在23岁可以拿下亚太杰出青年企业家。我会继续努力，做得更好，让我成为一位更加优秀、更卓越的房地产企业家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，希望可以带领房地产百人团队，让更多90后、00后走向成功，走向一个改变人生、改变自己生活、家人收入和自己更加全面的发展。亚太帮给我的这一个亚太杰出青年企业家，在我的事业上一定是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。那么在我招募人才，在 recruitment 这一块呢，也是帮助很大的。所以希望我可以在2022年就可以达到百人团队。谢谢亚太的肯定，因为这个对我们年轻人在奋斗的过程上是非常重要的。谢谢亚太。